开爱心来看。六月五同埋六月六喺紅館，咁今次個 show 就係叫做 We Touch 啦。大家除咗即係 texting 之外咧，我覺得應該多啲 touching 咯。即係我哋嘅手指其實唔應該成日喺，或者隻眼唔應該成日喺個熒光幕嗰度。其實隻眼應該望下對方啊，望下隻手指應該掂下你愛嘅人啊咁樣咯。咁啊，咁依個 poster。這個演唱會的主題呢就是由這首歌到來的，叫做 We Touch。 今天很開心找到一個靚女來拍這個 poster， 是不過很高的，我覺得我好像小孩子一樣在旁邊，所以不過 OK 的，出來的效果應該不錯的，應該還有我今天都很型，今天即是找到個 Ingrid 幫我借了很多靚衣服，平時我不會穿的這些衣服，咁啊，所以而家講嘢都正經啲嘅，著咁樣著。長腿我中意噶，好似話如果人越大咧，男人越老就越中意向下走嘅，即係細個就中意睇樣，跟住慢慢落嘅。咁我而家我中意腳噶，我不嬲都中意腳噶，其實所以可能我依方面係有啲早熟嘅。我當然啦，咁到時暑假啊嘛，咁啊，同埋即係希望。到時大家 look up 啦，即係望，即係唔好成日 look down 睇住個電話，咁即係真係 enjoy 個 show 咯。即係拍就一定唔好噶啦，即係通常睇 show 都唔應該拍嘅。但係即係我依個主題其實真係想大家即係攞嗰三個鐘出嚟，就唔好開電話，就真係用隻眼去睇個 show， 唔係經過個熒光幕去睇個 show。不過係啊，依樣嘢係係咯，就係嗰三個鐘，即係譬如話而家食飯，我都會叫啲 friend 熄電話。咁啊，睇 show 就當然應該熄電話啦，當睇戲咁樣啦嚇。有少少粗嘅，但係我唔會粗到好大隻嘅，即係瘦翻啲。而家已經開始瘦緊㗎啦，所以係咯，到時一定會 OK 嘅。